主料：土豆200克，腐竹120克，辅料：肉、食用油、干红椒10克，八角5克，酱油、青蒜苗、葱花、姜片5克，蒜、鸡精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土豆去皮切成长条，腐竹泡发切成寸段，锅中放少许油，放葱姜蒜八角红椒爆香，加入肉块炒熟，加入腐竹翻炒，加入土豆条翻炒，加入水、酱油、盐，大火煮开。煮开后转中小火继续剁至土豆软烂，加青蒜苗短，鸡精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如果用五花肉会更香，我家不吃肥肉，所以放的是里脊肉。腐竹量要适量，太多也会掩盖土豆的香香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